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报道，在一个医院里面，有人在医院的安宁病房做了一个调查。当他问了那些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病人，他最想对家人说些什么的时候，几乎没有人会说他那些曾经拼搏过的人生目标，没有人会说要是我当初当上大官就好了，或是说要好好照看我的商店呢。而有一位在安宁病房工作多年的医生也说，当一个人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，最挂心的常常是还没有处理好的关系，像是和家人之间的误解啦，或是还不能宽恕伤害自己的人啦，或者是带给别人的伤害还没得到解决。其中有一种常见的遗憾呢，就是最想见的人没有见到，或者是最想说的话没有说出口。有一位当父亲的就是这样，他一直希望能对自己的孩子说一声我爱你，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听过自己的父亲说这句话。虽然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很爱自己，可是对他来说这还是有遗憾的。于是他总想着自己有一天要对自己的孩子当面说我爱你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拖延，结果最后在临终的时候根本等不到向赶来的孩子说任何话就走了。唯一知道他这个心愿的就是陪伴他的医护人员。因此那名医生说，在安宁病房有所谓的幸福人生四件事，就是说即将临终的人已经及早跟亲友说过四句话，那就是谢谢你、对不起、再见，还有我爱你。借由向亲友感恩、忏悔、郑重的道别以及传达爱，即使病人即将走入生命的尽头，但因为人生有了完整的交代，让在世的亲人能够有想念却没有什么遗憾，这就可以算是幸福的结束了。不知道你听了这医生的话有什么感想呢？如果你愿意，也请在这里分享一下吧。我是您的主持人张静，很高兴您收听爱说两分钟，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在底下留言，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。或是如果您愿意的话，也可以透过 email 告诉我们， email 是52mtalk@gmail.com 52mtalk@gmail.com。 谢谢您，愿神赐福您。